惠灵关志工歌唱比赛，今日伫第二轮向老人会拼冠军，去年袂少爱唱歌、爱听歌的朋友前来参加。后面就是予咱志工会当展现哦，也一个才艺啦吼，啊会当予志工有一个休闲娱乐，因为每一个志工往时拢咧付出啦吼，欢喜做。甘愿收，所以嘛要有时间会当来一个快乐咱家己啦吼。这场歌唱比赛无分年龄、无分男女，就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经过志工培训，取得志工资格。这组参赛者有人是温暖唱，有人是带动作，无论是音准也是声音表情，都有相当的水准。云林县身心障碍协会，啊对，他是志工，哦，好早五年五六年了。我在二轮卫生所，担任志工的服务大概有二十几年了。就是一般他们如果有整合筛检，然后一般的妇女疾病啊，然后我都会去做服务，就是很简单的服务啦。参赛者来自各志工团体，有人来自卫生所，有人是伫个老人会服务。因为因的付出，和社会运作是更加顺利。因应明年台湾灯会准备伫个婚礼举办，张聪明理事长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公益，到阵做志工，推动吼咱的一个志工的一个服务啊，鼓励吼较侪咱全民吼来参加一个志工的一个活动，甲志工的一个空气吼。这场比赛摕到名次了后，将代表惠灵关参加中区比赛，然后晋级全国赛，替自己也替惠灵争取光荣。记者李明干采访报道。